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皓月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宣布我们的100K 材质包，对，哦，什么100K？100 sub 啊，sorry，100 sub 的材质包，暂定啊，暂定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觉得我这样子做可能不太好，我这材质包。对啊，读零 10K，好吧，读零 10K 长得超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改了里面的一点点东西。好吧，我到时候会继续改，对，继续改。好，但是我们就先打一场吧。我改东西很少啊，就是羊毛，个之后问一下贝莱斯有没有办法用他的这个 pad，对。哦，走完了没有？我改剑，然后矿物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上面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好了，狙，他狙。好，那我先给你们看，哦。这个好，我给你们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 box，没有啊，那个是什么碰撞箱？我把碰撞箱关一下，在哪？hitbox，不知道刚刚没有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改，好吧，通通没有改，原汁原味，对。第一个剑嘛，剑我改，这样子好了，剑我全部都有改，对，然后这个包括这些我都没有改，对我都没有改，然后这些我也没有改，这个对我也没有改，但是我一定都会改，然后我改是这个金苹果都会动的，好都会动的，对，然后。这样，另外建议，然后 particle 这些我都没有改，然后这个对，你看这个锅，它会动，对，它会动。好，然后你等一下我都没有动了。嘿，对，我这是改多少？啊，对，然后我会再附带一个那个高级双吸手，就是感谢万医生有帮各位做，对，看哦，在哪？这里，找个地方放这里好了，这里好了，这样子，那么这是一个我 skin 啊，对，那是旧的，所以我看不到我的。这个，对，这个，好，然后这是我的床，特别的床，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主意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对，可以跟我说，让我有更多的灵感，或是你想要直接发给我，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就跟我讲，我叫你 DC，对。但我想应该没有人那么勤劳了，对，好，对，好，那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的材质包介绍到这边结束，赶快让我100 sub，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材质包。好，对，好，啊，那各位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